和你拥抱的剪影。星星，云朵拥有雨滴，此刻我正好想躲进你的大衣，你为我挡着风，也帮我挡住狂风暴雨，在茫茫夜空里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说我爱你，我就愿意放下所有朝你奔去，星星粘在一起，好像我和你拥抱的剪影。不要问这种没有意义的问题，好吧？你觉得问了干嘛呢？我也不会成为你的女朋友，是不是？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跟你都不会在现实见的那种。除非我出门买衣服的时候，你正好在那个店卖衣服。我就想起了我之前去北京的时候，然后去坐飞机坐过安检，然后就有一个水友，正好是那个检票的人，我就觉得好巧啊。这刘海有点油了，我又想剪它，后来我觉得它不整齐，然后有点长。欢迎意义。对啊，就很巧啊，我过安检的时候居然遇到认识的水友，他跟我打招呼，而且叫我名字叫特别大声音，我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我是一个特别怕尴尬的人。哎，我剪刘海的剪刀嘞。欢迎秋子，谢谢秋子的荧光棒。路上的警察，你抓我干什么？趁着空气正好甜腻，夜晚拥有星星，云朵拥有雨滴，此刻我正好想躲进你的大衣，你为我挡着风，也帮我挡住狂风暴雨，在茫茫不存在的，为什么逃票啊？听见你的声音，轻轻说我爱你，我就愿意放下所有朝你奔去，星星粘在一起。姐姐，这是什么歌？这个叫星空剪影。为什么最近都那么多人叫我姐姐？这个就是剪眉毛的刘海，或者剪眉毛的剪刀。我想被叫什么？我喜欢被叫什么啊？我也不喜欢人家叫我妹妹。谢谢往事余生的办卡。对啊，这是剪眉毛的。我喜欢被叫。可以啊，叫小仙女啊，或者小美女啊，这种。好像有个人就很喜欢叫我小仙女，哦，就是 BB 吧 ，BB 老喜欢叫我小仙女。阿姨，我不想努力了。阿姨人都不好了，只能叫兄弟。
首好汉歌。一个一个笑我，一段一段泪光，每一次都以为这个我没有学会呢，我今天听了两遍。承受不起的伤，来不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醒，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和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为什么我用尽半生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聚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始终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始终清醒，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我今天老是想拉肚子就很难受了，我说我可能播一会儿要去拉肚子的感觉。我今天出去买鞋子，然后我就自己跑到那个吃那个什么港式茶餐厅里面去，我一个人居然吃了200多块钱的东西，然后我吃完之后就干嘛？我就搜了一下那个美甲店，我想卸指甲嘛，然后就走出去，然后就要走一段路，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女的，就对着一个特别丑特别土的一个店，然后特别大的声音说，哇，这个店的衣服好时尚，然后我就一直笑，然后就灌疯了，回来就拉肚子，而且都拉水的那种，好难受啊，肚子气死我了。对啊，我吃的挺多的，因为我点了乌鸡汤，我觉得我的报应你知道吗？所以不要随便笑别人，
听这个歌。对啊，笑回来然后就拉肚子了。哎，谢谢老头的月亮飞机。肠胃问题需不受补？也没有很补啊，我点的都是比较清淡的，比如说肠粉啊，然后肠粉还有那个鸡爪，还有那个煎饺啊这种。不足以支撑我笑别人。我以前不喜欢吃肠粉的，但是我今天吃那个肠粉真的很好吃，因为它里面有那种肉，它那个肉做的好吃。我以前不喜欢吃肠粉，但是我今天吃，我觉得肠粉很好吃。欢迎 BB， 晚上好 BB， 反正今天吃那个肠粉好吃。嗯，广东肠。嗯，很好吃的，我今天吃那个肠粉特别好吃。对你的思念，我想留在你，想留在你的身边。广东吃啊，我去过深圳的，有机会我一定去一下那个长隆游乐场。你不喜欢吃肠粉那个，但是我今天吃的肠粉很好吃。我有时间想要去珠海那边，那个游乐园是不是在珠海？嗯，早茶挺好吃的，我加了辣椒酱的。嗯，它有那个酱可以蘸。我不是吃的猪肉肠的，我吃的不是猪肉肠的，忘记我吃什么，反正很好吃。今天吃的那个肠粉特别好吃。长隆在广州啊，我想去珠海呢。哦不对啊，珠海那个好像是个海上乐园是不是？对对，好像是个海洋乐园，珠海的海洋馆好一些。我之前去过深圳的，深圳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就觉得深圳空气挺好的，但是那边太潮湿了，真老下雨了，那边比武汉还潮湿感觉。珠海是海上乐园，夏天去有水上乐园，可以夏天去。我手指甲好疼，我今天还出门了，虽然是我自己出去的，我今天没有找我闺蜜他们一起出去，我今天早上起来自己出门的。我就是为了出去卸指甲，然后买了一副隐形眼镜。珠海的可能会比较好玩是吧？主要是我喜欢这个名字，珠海，猪呆的地方就叫珠海。北京，可是北京太干燥了呀。嗯，对，是我刚说了买了双鞋，鞋是意外买的，本来没想买鞋的，我主要是想去卸指甲。点点睡得好可爱，哈哈哈，点点这样睡得就像海豹。别沾冷水，别冷水，别太热的水，什么意思？不要沾太热或太冷的水是吧？沾温水是吧？珠海被黑了最惨的一次。对啊，牛带地方叫牛街，我的都卸掉了。嗯，我也觉得还是自己的指甲好看，可以涂点那种透明的，但是没必要搞得花里胡哨。反正因为本来我的手就挺长的。我就卸完指甲之后，我的手指甲都有点疼，我的保护层都被磨了。以后千万不要做指甲，做指甲特别不好。因为我还要做指甲，我还做就是那种指甲油弄的，我看到有的人搞那个珍珠啊，那个贝壳的上面。然后我那天我做的时候，旁边有个女的在那贴贝壳，我说你这个怎么上厕所怎么擦屁股啊，她就说我脑回路好奇怪。没有，弟弟在沙发上没把她弄进来，她有点感冒了，她那肚子上动手术剃了毛，突然天气变冷了，她有点感冒。对啊，她那个上面就是很多钻石。
特别多钻石跟贝壳，还有珍珠，而且超大颗的那种。我就不太能理解做那个什么呀。欢迎骚老头，好久不见呢，很实际的问题。嗯，是的，我也在想怎么抠鼻子呢，你知道吗？之前的时候我做伴娘的时候，我旁边有个女生，她就是做的指甲更搞笑，她做的那指甲就两个指甲之间还有一个链子，这样子把它固定，然后她指甲就是不能洗头发，因为不能分开动，只能两个指甲一起动，就是这两个手指甲。我吓一跳，我说你这个方便吗？他说因为所有的款式都做过了，所以就做那种特别的，然后就有个链子把这个跟这个指甲盖这样子连在一起、啊、我也是醉了，你知道吗？我第一次看到那种指甲我都惊呆了。难得和我聊几句，你是最近没有看斗鱼是吗？哇，你胡笑的。我的心间，我不知道特殊功能是什么。一起掉。对啊，把那个两个指甲这两个连在一起。你老婆不太喜欢你玩斗鱼，最近都少玩啊。你结婚了？你之前不是还在追一个女孩子没追到吗？怎么这么快就结婚了？恭喜你啊，你是不是才结婚这两个月？那你结婚了就不尽量不要看吧。确实是的，结婚了就尽量不要看，不然他会生气的，不值得是吧。很早就结婚了，你很早结婚了你还追女主播，你是不是脑壳有问题？知道这种结婚了，那我之前不知道你结婚了，我还在那里劝你，让你勇敢一点。你当我放了个屁吧？你当我放了个屁？来 diss 我？我没有 diss 你，我觉得很吃惊，因为我不知道。听不见穿越千年的眼泪。结婚了不好刷礼物，你没结婚，你没见到你刷个礼物啊，你在讲屁呢？觉得女主播跟结婚冲突吗？当然冲突啊，不影响。你们厉害，行了吧？罗志祥那个就算了，罗志祥那个就有点突破道德人类底线了，是吧？他那个太怪异了，喜欢玩那种特殊的东西，不能理解。这什么鬼名字啊 ？CC 是大头。看的人突然脑袋嗡的一下。什么特殊？你们不看新闻的吗？你们都不在网上冲浪啊。谢谢骚老头的飞机。你没有看新闻吗？我没有贴睫毛假睫毛，我涂了一点。这是我自己的睫毛啊，我从来不贴假睫毛。贴假睫毛我的眼睛有点敏感，而扯的时候眼睛会肿。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还取这个名字。我的毛发比较旺盛，所以睫毛也比较长。我只是因为以前的时候化妆化的不好，所以就看着好像眼睫毛不长，其实眼睫毛挺长的。
我怎么睡着了？点点，点点，他怎么了？他是中毒了吗？他是不是食物中毒了？点点，哦，他眼睛睁开了。你怎么这么困啊？他今天出去的时候外面有点冷，然后呢有点下雨了，然后我就戴着帽子，然后他就在淋雨，估计淋雨冷到了吧。对，我以前眉毛画的特别浓，然后眼妆整个脸上一眼看过去就看到眉毛了，所以眼睛就不太突出，现在眉毛画细一点了。谢谢赞了，我觉得我现在化妆技术还是可以的，至少看着不辣眼睛。不是以前流行，我以前就是不会化妆，化妆那个鬼样子。我现在我都不敢看以前的那个录像，我觉得好丑。我的眉毛画的都快粘到一起了。狗子逼崽子开播。狗子逼崽子是谁呀、啊？眼前流行看别人是没有啊，其实以前也不流行那种丑的眉毛。淋雨一直走，我的门牙好看，我送给你、啊。狗子这是个逼崽子，狗子是谁呀、啊？是不是亮旭啊？你说是亮旭吗？我眼睛有变大吗？我眼睛变小了吧？谢谢 B B 的么么哒。骚旭。姗姗来了，好像是的。我以前还挺喜欢看姗姗来了。姗姗来了那个电视我看了四五遍。我感觉心情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就看那个，看完之后食欲特别好。有了谁在哄不停，雨泼进眼里看不清，是急速狂飙溅我一身的泥泞。确定我想去哪里，往天堂要逃的也不恐惧，不逃避，这不是脾气，是所谓志气与勇气。你能推我下悬崖，我能学会飞行，从不听谁的命令，很独立，耳朵用来听自己的心。淋雨，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八十九该闪烁。别的主播联系很少，你们觉得什么样子的人应该成为好朋友？我觉得成为好朋友有很多很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两个人要生活的环境不能差别太大，对吧？然后其次受教育程度，还有你的对事物的基本的观点要接近吧，不说一模一样，然后最好是要有稍微有一点点共同的圈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人作为好朋友才会相处久一点。那我觉得如果是主播的话，就多多少少会有点利益的那种牵扯啊，然后包括哎，反正我不太喜欢在豆瓣上交朋友，我跟谁有可以做朋友，但是跟主播就算了。人都应该有梦，有梦就别怕痛，淋雨一直走，直到阳光就该暖和。有梦就别怕痛，嗯，就好朋友啊。我好像没有太多什么普通朋友，我就是好朋友。我如果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好朋友。
说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宁愿一直走，事到阳刚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宁愿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就该闪烁。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宁愿一直走，事到阳刚就该暖和。人都应该有梦、哦、有梦就别怕痛。我真的没有很多朋友，我不是没有很多朋友，我有很多认识的人，但是我觉得认识不算朋友吧，我觉得要关系好才算朋友。歌名叫《淋雨一直走》，张韶涵的歌。对啊，我对朋友的定义很高，而且一般如果我觉得只是那种泛泛之交的话，我觉得我不会把他定义成我的朋友，我会说啊，这个人我认识，我不会说那是我的朋友。关系好怎么定义啊？关系好至少就如果你觉得你心情不好，或者是你有点事的时候，你不太会犹豫该不该找他，你应该会直接跟他说，哎，要不要出来吃饭啊，或者是最近在干嘛啊，就是会聊天开始的第一句很自然，而不是你想跟他聊天然后想半天我要不要跟他聊天，会不会他在忙啊，或者怎么之类的。或者是两个人讲话，然后突然有一个人有事去忙了，然后另一个人就对，然后对方就不会因为他突然不说话就生气。像我跟我身边的好朋友的话，我本来如果跟他聊微信，然后聊着突然我人不见了，他们就知道我肯定是有事或者睡着了，我也不会去特地跟他解释一下，哎，我刚刚睡着了，我不会，因为我知道他肯定知道的。然后下次再聊的时候就直接聊下次想要聊的事情，或者是话题之类的。啊，你们觉得打过招呼就算朋友啊？打过招呼只能算是认识吧，算不上朋友吧。不过每个人对朋友的定义不一样，也没有一定的对和错啊，这个没什么。我可能只是我自己比较懒，就不太想维系很多关系，所以就觉得朋友有几个关系很好的就行了。你如果朋友太多了，我觉得很麻烦的，特别麻烦。比如说这个人他今天有个活动啊，然后那个人明天又有过生日啊，然后后天这个人你怎么弄啊，你每天都在为了维持关系然后在不停的说话或者是去做一些事情，你不做的话人家还会觉得你好像不在意他，是不是多不好啊。对啊，就是对生活态度不一样，其实没什么。欢迎约定，这样好多。对啊，我的社交圈特别简单，其实我很多好朋友我在直播间都你们应该都知道，因为有几个都上过镜的，然后还有几个我就经常提到的那种。我的朋友就那几个，大概所有的加起来就七八个吧，然后玩的特别好的可能就三四个，其他的只能说是认识，就是有微信认识。假如有同学聚会的话他叫我，我有空就去，没空我也不会特地找时间去，就是比较随意一点。对，就是关系比较好的三四个，特别好的三四个，有梦就三四个不少了是吧，还可以。羡慕有什么，有这有什么好羡慕的，男孩子应该朋友更多啊，不是应该男生朋友会更多一点吗？男生我觉得会相处起来会容易一些，女孩子我觉得女孩子相处的话没有男生那么容易，男生应该交朋友会更容易一点。男生我觉得应该在一起吃个饭啊，喝个酒啊，然后就应该就聊来就话就能够交朋友吧。直播间有没有经常到朋友的？当然有啊，有好多认识很久的异性闺蜜。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自己个人认为，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没有单纯的，没有那种不存在那种单纯的朋友关系。我以前觉得有，后来我觉得就是没有。就算你认为你觉得你对他没有，但是那个男的可能对你会有一点点，他可能只是没有去做出那个，没有做出那种出格啊或者是暗示的话，但是他肯定是心里有一点点对你有喜欢的，他自己知道不可能啊，或者是因为别的原因。反正我现在是觉得没有，因为 我以前的时候又有一个闺蜜是个男生，我跟他关系特别好，那后来我觉得我自己有感觉到，因为后来我们毕业之后嘛，然后他那个时候都有女朋友了，但是还是对我蛮关心的，然后他女朋友就不太舒服，我就开始意识到我觉得不行，然后就后来没跟他联系了。然后我就后来我在后面我就觉得还是不要跟男生成为好朋友，除非你想跟他谈恋爱，不然不要跟他成为好朋友，不是好朋友就是闺蜜啊，就朋友没什么，但是你不要跟他成为闺蜜，成为闺蜜会很怪的。其实变好看了没有啊，以前上学的时候关系都挺好，而且以前说关系好的时候不是说我跟他关系好，而是我们那个圈子里面几个人关系都挺好的，然后他又跟我关系又比较好吧，但是一般出去玩啊都是几个人一起，也没有跟他单独出去过，但是他平时私底下都会有时候会突然问一下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关心一下这种。嗯，就是这样。我觉得闺蜜这个词应该只应该同性比较好一点。对啊，谈恋爱有个女闺蜜很奇怪好吧，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也很不舒服啊，所以我当时特别能理解她女朋友不开心，然后我就没跟她联系了。嗯嗯嗯嗯嗯嗯嗯，男性之间不存在闺蜜，我意思说那种关系的感觉，男生不叫闺蜜，男生不是都是称兄道弟的吗？男闺蜜是你觉得人家就单纯想睡你，睡我不至于吧，但是他可能会有一点点那种喜欢的那种吧，哪有那么那个啥的，那所有的男的接触我都是为了睡我呀。你这说的好可怕，你这一讲我都不敢跟男生说话了，有这么夸张吗？有的可能只是单纯的觉得，我也说不上来，应该不至于那么夸张吧。对，我挺敏感的，我跟你说，人家如果稍微有一点点暗示喜欢我都能感觉得到，我没有那么愚笨。难怪那是你们自己好吗，你们非要说男生跟女生接触都是为了睡她，那就说明你们是这样子的，你们认识一个女孩子就是想睡她，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这样子的。你说他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接触，然后他对她特别好，那我觉得一定是有点喜欢。你花呗额度350里啊，欢迎十载，晚上好啊。我根本就没有男生的朋友，现实生活中，我现实生活中一个男生朋友都没有，我的微信里面的男生朋友，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男生朋友一共才就几个人呢，五个人都没有吧，而且都是那种平时都不会说话的那种。找星星我根本就现实没有男生朋友，你给我滚，什么叫备胎五个，里面有几个是以前我的闺蜜他们的什么前男友之类的，就人家分手了我也没有删而已啦，又不说话也无所谓吧。主要是什么我没看到，我觉得你自己应该会砸开吧，应该不需要我上吧，实在同学。嗯，你居然没有出，不是你说过年又不会说话，你一直把人家删了干什么，因为以前都是同学就有点尴尬，删了删了人家会说哎呦你当了主播好像自己觉得自己出名了就把人家微信删了多不好啊，无所谓吧，反正又不会说话那种。
问他们复合，复合是不可能的吧？哪有人分手了还复合的？我试一下，我觉得我也砸不开呢，实在，我昨天都没有砸开的。为什么要在这里表演不在乎的一出戏？嗯，你们给我去死！我那女生，哎，对啊，不联系就好了呀。删了，我觉得有点好像有点刻意的，又不是人家骚扰我。你的电灯很到位哟，谢小星星的爱心寿司。联系删了就删了吧，无所谓。对，我今天运气还可以，今天运气还不错。我不跟你们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我女孩子，我出发角度跟你们都不一样。又说了，你们又跟我争，办法可以测试没被删，我干嘛去测试啊？又不是我很在意的人。我如果删了，我觉得，对啊，有什么好讨论的？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的观念里的东西。难道你们说了之后，我就会改变我的观念吗？也不会啊。难道我说了，你们就会改变你的观念吗？也不会啊。你想，我就是陈思思的扇子。他们说的是因为应该有男闺蜜这种人，我说男生哪有闺蜜的。谢谢荧光棒。爱存在，我染的头发是巧克力色，男闺蜜可以。你这种男闺蜜就目的很明显，增加一下情商啊！这个有什么好增加的？如果你们没有女朋友的时候，就跟那种单身的女孩子可以没事聊聊天没关系啊。有女朋友就不应该了，对吧？可以多接触一下。一开口就是老色皮，他就是老色皮，不是一开口，他不用开口就是老色皮。不过今天又输了，你昨天是不是也砸了这个？昨天我的那个斗鱼有问题，都看不到。谢谢十载的鱼丸粗面。女孩子单纯的喜欢钱，那我告诉你，如果这个女生单纯的喜欢钱，那说明他是还挺容易追的。如果你有钱的话，你就可以追到。就怕那种不喜欢钱的，不喜欢钱的，你说你拿什么去追呢？那你得要多优秀啊，是吧？我觉得钱应该是最容易的东西吧。但如果人家是要求很有钱的，那就算了。他只喜欢钱，我觉得已经算很容易了。我没说我是真的这么觉得的，好吧？又喜欢钱又要感觉，喜欢钱我觉得已经算是最肤浅的那一类了。有的人他就喜欢那个一个感觉，那你说那个感觉怎么才算有感觉呢？你觉得喜欢钱的难是因为你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钱？如果一个有钱的人他就会觉得很容易。反正我觉得好伤心啊。你去拉屎，我今天拉肚子，我今天出去卸指甲，吹感冒了，拉肚子。我是不是一会儿要去拉肚子？有什么好伤心呢？半个冬吻，你好恶心啊！半个冬吻怎么上厕所？没什么好伤心的，现在不是很多人都
都不结婚，然后老了之后去敬老院吗？那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还不如就那样子自己过着就好了。吉吉，对不起，屁股太大了，我需要一个坑，一整个坑。最好的相遇是没有这些考虑的。嗯，是的，你喜欢，你看上，你跟他对眼了，你都已经会忘记他符不符合你的条件。没有正常借口怎么接受女生？嗯，你们没有那种就是会组织人一起去玩什么狼人杀呀？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们学校有一个学姐，她就搞了一个那种微信群，然后就每天都在里面喊要不要去狼人杀，就经常是别的学校啊，还有自己学校的人，就那种身边的人组织的活动啊。如果没遇到喜欢就找能过日子的，你这么想的，不过也是吧。谢谢可可的小明的心圈。过日子的是什么样子的？我的梳子呢？对啊，可是一个人也能过日子啊。谢谢小明的办卡哦。一个人不是也可以过日子吗？你一个人就不能过日子吗？姐姐睡着了，她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么困的样子。她这样看着还挺可爱的。他今天感觉好像，他不会也感冒了吧？不是我的猫传染的吧？应该没有。他平常好烦啊，有时候他像那种有点抽风的感觉，他经常会突然过来弄我，然后就一直用爪子扑我。我觉得他那个性格里面感觉像二哈一样，容易在家里乱窜。猫咪不可能得新冠啊，不是说动物不传染那种吗？我的猫就是剃毛了，有点受凉了。点点在家里真的很吓人，它有时候会突然像发狂那样，然后整个屋子的跑。没有感冒啊，没听到它打喷嚏啊，但是滴滴有点感冒了，精力充沛，你知道吧？我的狗精力充沛。噔噔噔噔，至少我已经证明等一下。国庆节都要过了，哎，你们明天是不是上班呢？我今天带他出去玩了一会儿啊，但是太冷了。明天是不是就要上班了？完了，我指甲卸了之后，把那个指甲好软，都不能抠耳屎。感觉这下该又翻开了。九号才上班啊，放这么多天的假。我有时候喜欢用，我有的时候喜欢用手抠。跑一跑啊。棉签用指甲会把耳屎抠进去。没事啊，我一般会定期去那个抠指甲的店去，不是掏耳屎的店去，掏耳店去弄。我自己弄不干净啊。
匆匆那年。棉签根本就弄不出来，要弄耳勺。谢谢 BB 的么么哒。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也没有爱过，不是一场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落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了羽化再呈现。不怪这一段情没空反复再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反悔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和怀缅。少失眠只爱看同一张脸，那么莫名其妙，那么讨人欢喜，老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顽固的诺言，只是分手的前言。吃完了月饼。不管那天太冷，泪滴水成冰，春风也一样美，吹进凝固的照片。不怪每一个人没能完整爱一遍，是岁月善意落下残缺的悬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别太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我们要藕断丝连。欢迎小拜拜，谢谢小星星的钻戒飞。哎呀，反正摸不断。那月饼我一共吃了多少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十几个吧，吃了十几个月饼，都是不一样的口味的。嗯，不止十几个，吃了二十多个月饼吧。因为小象给我发了一盒月饼，就有五六个、六个，然后斗鱼发那个月饼有六个，这就十二个，差不多二十个。我不是一天吃的。点点不能吃月饼吧，月饼太甜了啊。还有人不吃月饼啊？我觉得过节可以吃一点意思一下，就算不喜欢吃也可以吃的意思一下。
还有什么节日？好像没有节日了，今年节日都过完了，就只剩下一个国庆了，不，就只剩下一个过年了。哦，还有圣诞节什么的，圣诞节但是很要等到十二月份。十二月圣诞节吃什么？圣诞节好像没有吃东西，反正睡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吧。睡了一会儿，元旦，元旦也没有什么特殊吃的，圣诞节吃火鸡，但是那个节日是国外一个，跟我们没有太大关系。对啊，还有两天假，放了八号。可是为什么觉得这几天放假了，斗鱼人也没有多多少？大家都出去旅游了吗？我狗在睡觉了，狗困了。谢谢粉丝荧光棒。堵在路上没有 WiFi 了，堵在高速跟景点了，都谈恋爱去了，也是的。国庆节放假，大家都去约会去了。我跟你说，今天武汉巨冷，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了三件衣服，一件高领的打底衫，一个加绒的衬衣，再加一个毛衣外套，然后我还拉肚子回来，你说是不是？见了鬼了，十月份这么冷，以前从来没有过，我都觉得今年天气不正常。而且我从来不会十月份就开始穿袜子，我一般十一月份才会穿袜子，我今天出门都穿袜子了。对啊，超冷啊，阴凉的那种感觉，挺冷的。我回来还拉肚子，我真是醉了，我居然还拉肚子，就这我还拉肚子。现在真天气不正常。对啊，咦，月丁你不是在湖南吗？湖南比武这今天比武汉冷还是热啊？今年会不会下雪啊？下一个雨的蔬菜集体涨价。秋天腹泻，可是我昨天也没拉肚子，我就是今天出去了然后就拉肚子。我吃完东西之后，我下楼的时候，我刚出来的时候没带，因为我觉得我嘴巴里有那个肠粉的味道，我觉得戴着口罩哈气有点臭。湖南湖北应该差不多。我今天刷抖音，我还看到有人穿那种短裙，然后不穿袜子，我觉得好厉害，好像就是武汉的。太牛皮了。这么冷的天，我觉得湖南湖北最惨的，也没有暖气，这么冷。其实湖南湖北冬天真的挺冷的，为什么不给我们供暖？为什么这么冷的天就应该给我们供暖啊？是不是？约定你说是不是？我觉得如果供暖的话，我觉得武汉特别适合居住，还有长沙也是的，因为医疗条件都还挺好的。然后这边的水又比较好，就会比较看起来比较水灵一点。然后主要是东西很好吃，我觉得这一边的东西都很好吃。是你真的不懂，是我庸人自扰，明知你爱热闹，却还留恋孤单猫。送你送到街角，你说不必再打扰，感谢我的照料，礼貌风魂
许以为付出只是添烦恼，可惜一直是我愚钝参不透。我在不停靠近，你在拼命逃。原来我的琴声一种是可无可有，有心多于暧昧未够，感情不是一厢情愿的就能天长地久。原来你的似懂非懂是难以开口，不算情人只是密友。原来你的若即若离也只是借口。好白，你说我长得很白吗？我没有开什么美颜，就是比较白。送你送到街角，你说不必再打扰，感谢我的照料，你貌风欢我拥抱。或许以为付出只是添烦恼，可惜一直是我愚钝参不透。我在不停靠近，你在拼命逃。原来我的琴声一种是可无可有，友情多于暧昧未够，感情不是一厢情愿单打独斗就能天长地久。原来你的似懂非懂是难以开口，不算情人只是密友。原来你的若即若离也只是借口。原来你的心动是可无可有，友情多于暧昧未够，感情不是一厢情愿单打独斗就能天长地久。原似懂非懂是难以开口，不算情人只是密友。原来你的若即若离也只是借口。我正准备跟你说让你不要抽飞机的，刚刚直播间有好几个人来抽飞机了，但是我没注意他们抽中了没。怎么那么多人在我直播间抽奖啊？谢谢心心念念可可爱爱的可的么么哒，谢谢 BB 的么么哒，谢谢小星星的钻戒。刚有人点了个什么歌，什么张无忌，我想想我现在能唱吗？我怕我翻车。爱上张无忌，对，你是没有听我唱过这个歌，爱上张无忌。我觉得这个粉色就粉的刚刚好，也没有粉特别看着特别不舒服。要是所有的粉色都是这个粉就好了。我好像买了伴奏的，爱上张无忌我买了伴奏的。似笑非笑的你，看见他寂寂黯黯，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因为你想和他谈爱，让他
学明白痛，才明白爱。享受爱痛之间的愉快，相互的纷扰，自由拥抱。听过啊，怎么可能没听过，这个很火的。玩真的是没啊。现在约定的默默，谢谢小星星的月兔飞机。请摊开曾握你交织的手，交给他你的未来，到这一步才不管他好还是坏，因为你想和他疼爱，让他一生为你画眉，让他的心宽容似海，再不提你曾给他伤害，他身边再没别的女孩，让他一生为你画眉，让他的心宽容似海，再不提你曾给他伤害，他身边再没别的女孩。哎，我现在唱这歌比以前觉得轻松一点点了，我以前唱这歌觉得脑瓜子这喉都特别疼，可能我今天没用真声唱吧。我以前唱这歌的时候脑瓜子特别疼，老感觉就感觉人的头很疼，你知道吗？咦，小天使，谢谢小天使么么哒，谢谢往事余生的么么哒。我上次唱这歌应该是好几个月前了，我已经很久没唱这歌，这歌太高了，牌子掉惨了。是哦，你好像很久没上斗鱼了吧？你放假去旅游去了吗？你也放假了。国庆节放假，你也放假了。嗯，最起码三个月了。你好像看我说我就没唱，我不是前段时间嗓子不好吗？就老感觉有点疼。这两天好多了，这两天因为没有吃辣，没有吃很辣的东西。也可能这几天因为都在喝热水的原因吧，有事忙去了。哦。原来如此。撤了，拜拜。好的，拜拜。谢谢小天使的么么哒。你们还有想听的歌吗？可以点歌哦，我不知道唱什么。今天应该嗓子还可以。我怎么觉得我眉毛没画好？
all day 내가대만있어줘 zoom zoom 언제나는 salad 도도와주마니앞에 some darling 뜨거워지잖아 like a 几天不见又没了那是因为你几天没看到我了不是我变美了我也没什么变化吧谢谢为爱慕的若姬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你冷漠的表情会让我感觉这明白话怎么那么怪异六月的雨像是无情的别在我这边挂机啦你们快点出来点歌了不要在这挂机我丢弃在风雨里、哦、我不忍心也不想背叛你温柔默等你回心转意我没有放弃也不会离你而美人鱼他在你后面看的吧他在你后面看的吧我才画他下个圆圈属于我恋爱一世界别人连线我找下歌词爱情能超越一切 Oh yeah 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我却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奔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背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感觉忘记我不变的誓言哦眼泪断了线哦耶其实你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花香雕像等你出现再见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开口就弹见欢迎阿峰晚上好阿峰我在下榻画个圆圈属于我恋爱一世界不用和别人连线我不管你来自深渊不在乎身上那些鳞片爱情能超越一切只要你在我身边所有蜚语流言我却视而不见请不要匆匆一面一转身就坠入海平线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哦眼泪断了线哦耶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怎么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
传说中你为爱甘心被搁浅，我也可以为你潜入海里面，怎么忍心断绝忘记我不变的誓言，我眼泪断了线。 Oh yeah， 其实你有了我对你的眷恋，我愿意化作雕像等你出现，醒来人再也不见，心碎了飘荡在海边，你抬头就看见，你抬头就看见，你抬头就看见。欢迎十载。我这坐那会儿好像坐的又没有不舒服，我刚刚开播的时候好想上厕所来着。冰冰，你是不是在打游戏？怎料到等了半夜仍值得拥抱。我今天好像看到谁了，我今天应该是在外面吃饭的时候，不是吃饭的时候，是因为我喝什么东西的时候，我好像在斗鱼上看到有个人玩那个叫什么下棋，好像是更新了。奇怪，为什么我的怎么我直播间挂机，我之前注册过啊，为什么突然又要我注册一遍？你没有想听的歌？那我随便唱吧。他们都在我直播间挂机，我觉得他们有几个人都把我声音关了，然后就在那打游戏，很无语。就会打好听，热死了，去爱。下面发了一首什么歌？他们把我的声音都关了，然后在那里打游戏。我也把 BB 拉黑了，他老是把我声音关了，在那打游戏。我看点了个什么歌？Call me home。你就是把我声音关了，我刚跟你说话你像聋了一样。我以后跟你们谁说话你们没反应，就是把我声音关了。可是歌我不会唱哎，我不会唱这个歌，听都没听过，都拉黑。
他拿个屁的水，我信了你，你肯定在打游戏，10%。不会，我英文歌会的其实挺少的，都会那种比较口水的英文歌。全家发誓，六毒吧。天空一片微暖，春风停下了浪漫，森林那方有层梦已模糊。在那遥远有一屋一雨声，共你匆匆邂逅，谁没有哈声，深夜般的落霞，昼夜般的夕阳，心事里那更离我有眼伤，夕阳掠坏冷雨与晚上，微风压根千分情侣的迷城，总一层层一缕，仍一对又一双，那份人为差一层，茶席对与画中，月暖风华霜，夜雨的狂恨，夜发的我一生，深夜你幻想，放弃吧，用太紧张。微风也曾这份爱，是我深情深喜欢，用一生能风海，能改变也能猜，有你的爱往心来。我连那 QQ 都没有，我怎么拉黑？更别说微信了，我连他 QQ 都没有，你仿佛在逗我呢。谢谢 BB 的么么哒。在那遥远无垠的雨声，梦里匆匆邂逅，谁没有哈声，生涯般的落花，总一般的夕阳，星星与闹更令我有眼神，夕阳里去冷夜与晚上，微风也跟这份情侣该迷真，总一次曾一缕，用一对用一双，那份人为差一层。那你们有微信啊，但是我以前我跟他说，我说你要不要我的微信，他跟我说他不需要，然后只是听听歌，有时间就挂在这里而已。人家这长情的陪伴，好吧。微风也曾这份爱，是我深情深喜欢，用一生能分开，能改变也能追，有你的爱往心内。喜欢看跳舞，那他可能是觉得跳舞比较搞笑吧。欢迎雪中晚上放弃吧，用太紧张，微风也曾这份爱，是我深情深喜欢，没有跳舞哎，没有，最近天气冷了吧，老是不想动。我学了新舞，但是一直没跳，就人都变，人变懒了。我之前很勤快那段时间，每天不练一会儿舞就觉得心里不舒服。我现在到那个点，我就想窝在床上睡觉，怎么办？就天气太冷了。
哎呦，肚子在响，太可怕了。我肚子在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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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没有水在动。天冷才要动啊，那我起来做个广播体操。你在床上窝着，你没有跑步吗？你今天，你今天没跑步啊？你堕落了，雪娟。姨妈，对啊，姨妈是快来了。我躲在这里，说我有一个月了，差不多还有两天就一个月了。我今天刘海怎么这么多啊？不差这一天，咦，你明天也会觉得，你明天也会觉得不差这一天。对啊，今天都六号了，马上就来了。我应该在这里，不过说不定天气冷了，它会不会推迟啊？热胀冷缩嘛，是不是？说明十号来呢？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几点钟啊？9:48。对啊，你堕落了。来暖气之前。冷暖气你就更想睡觉了，来暖气你会更加想睡觉了，你想多了，你想多了，雪川，可以点歌，不行了，去尿尿了，我感觉我的尿，我尿尿了。今天没精神呢，点点今天都很困的样子，可能天气冷了，动物也想睡觉吧，不只是人。哎呦，我尿了一个尿，感觉更冷了，感觉我的热气都被带走了，我要不要开点暖气？可以点歌啊。啊，好冷啊！啊，我想睡觉啊，要死了。起来跳一下吧。怎么这么冷啊？今天，明天穿袄子算了。哦，算了，我明天我不出去，我明天在家大扫除。明天我要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我感觉我已经有一个多星期没有拖地了，好恶心啊！怎么办呢？我觉得我家里肯定很脏。为什么 B 站的号码被下了？什么情况？我还特地买了一个大会员。明天太阳啊，明天就明天有太阳也冷啊。做饭直播。咦，那个谁，我明天要大扫除呢，没有时间做饭，后看周末的时候吧那一天。那个卖猫的跟我说这是滴滴的妹妹，为什么滴滴的妹妹长得这么不好看？我觉得滴滴的妹妹长得有点。那个在哪里怪怪的，感觉好像是，我觉得好像是那个鼻子那一块有点长，还是滴滴比较好看，滴滴看起来比较嗲，这猫为什么看起来眼神不是那么的清纯的样子？
不是圆的问题，是觉得他人中好长啊，看着比例有点怪异的感觉。你不觉得他人中有点长吗？嗯，是瘦的原因吗？对，就是一个妈生的猫咪，它不可能会一模一样，就是它可能会花纹啊，会有一点点不一样，但是就是也是会是蓝白的那种，然后也会比较圆。我知道为什么它头比较的尖，滴滴是整个都是圆的，你看它的头就有点尖，是不是？耳朵底下有点，耳朵那旁边有点尖，长得也还行吧，就是感觉跟滴滴怎么不是那么像啊？我给你们看滴滴怎样。滴滴就我跟滴滴拍的大头照，不知道呢，感觉不是很像啊。这像吗？这一个一胎出来的猫，那个猫也长大，就别人买走了，我感觉不是那么像。这还是妹妹呢，这还滴滴的妹妹，怎么感觉比滴滴成熟很多呢？这个滴滴的妹妹也长大了呀，这是人，这他发给我的，滴滴的妹妹也长大了，这是人家家长发给他的买家秀。哎，怎么没有点开？这是买家秀，人家发的买家秀。还是我的滴滴比较可爱，滴滴比较可爱。哎，刚刚是的，手机不太能聚焦，它聚焦只聚焦人。滴滴不是胖了，滴滴是绝育之后肚子上的肉好像变松了一样的，眼睛上白色不均衡，发腮了吗？滴滴本来就发腮，它的脸本来就很大，滴滴一直都在发腮。滴滴吃了不知道多好，哎，风尘那会儿，我都没东西吃，我天天给它弄肉吃。我以后再也不想买狗或者猫了，除非它们死了，因为我觉得我养东西会费特别的多的精力。我记得点点那会儿从狗市场拿回来得病了，天哪，我以为它快死了，我把它带到宠物店去，我哭的感觉好像就跟送丧一样的，特别吓人。我一进那个宠物店的门，我就跪在那个门口，然后我就直接整个人都瘫在地上，然后一直哭，把别人都吓死了。我现在都记得那个场景，特别吓人。哎，有时候去宠物店跟别人聊，跟那个宠物店的老板聊天，他们有时候会提到那件事，然后就觉得我好吓人。他们说那天把他们都吓到了，我一进那个门直接跪在地上趴着一直哭，然后我说我不看，我说他要死了，我说他要死了不行，我不要让我看，我说他真的要死了，我就是有点受不了那个画面。给我起来跳舞是吧，看一下。对啊，我真的直接吓死了，我那时候刚买回来三天吧，然后就要死了，你说多恐怖啊。我养了三天，我的狗就要死了，我感觉我人都不好了。我觉得以后要是我养小孩就肯定很吓人，我不适合养什么。骨折了。喝只牛。对着哭，那个老板是个男的呀，那个老板是个男的，小孩子，后面小孩子不能干。
他呀，I'm
穿秋裤，这个不是秋裤，这个是，这个不是秋裤，咦，腿上不是有个什么？你看，这运动裤，这个是外穿的运动裤，这个不是秋裤，但是它看起来有点像秋裤。不是秋裤，秋裤不长这样子。这哪里秋裤啊？你们家秋裤会做这种吗？这秋裤。我这个是可以外穿的。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太冷了，不可能穿个短裤。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没有啊，我还是买了很多裤子。我应该在这里，我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自己跳着，我看冷了。你有什么看冷吗？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数也只用你不应该看精神的吗？我不是想说的，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我会像我这样害自己。对啊，我的上班是蛮明显的，我还拿那个，然后今天还用粉饼盖了一下，买了那个，买了一个叫什么，一个兰蔻的淡斑精华，我应该在这里，就来试一下。我应该在这里，这么好的舞蹈，全被好看的衣服遮住了。我学了两个舞，刚刚另外一个歌的舞也学了，但是那个舞好像只学了一会儿。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这歌的声音那么大，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我给他回个消息吧。说啥呢？长得也好可爱，我好假哦。死性不改。弟弟一共加上弟弟一共是生了五个，两个母的，三个公的。我没有说假话呀，是挺可爱，但是我觉得没有弟弟可爱。心我不想开，因我没有你的爱，我们
存在都自在，能在我拱手有爱。点更有咁啊？点解要咁啫？点高就要咁啊？你咁啊？你唔觉得好辛苦咩？你系谁家的车车？辛苦，但我中意，我中意你啊！算罢啦。成为满级主播，哼，我想成为满级主播那是分分钟事情，公会来一刷就满级了，没意义啊。不用谢，不用谢，谢谢 BB 的么么哒，太客气了，有什么意义呢？公会刷了满级干嘛呢？那满级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们刷的我也拿不到钱。哎，刷的全是机器人在我这刷屏，烦死人了。就有一次他们在这刷，我都有点生气。有一次他们打比赛，在我这刷，烦死了。我跟他们说了，又不在我这刷。他们之前有好几次问我要不要刷点流水在我直播间，我说不要再刷。一般都是月底吧，他们工会也不流水，然后就问我要不要，我说不要。就刷三次，没有啊，他之前问了好几次了，前前后后问了七八次吧，就是不是打比赛的时候也问过几次，我让他们不要来刷的，他们就去什么那种刚来的新主播啊，或者是有戏主播直播间刷。对啊，都打到我头上了，我觉得没必要在我这刷。以我播了这么久的经验看，我觉得刷礼物进来的人一个都不会来点关注，别人只是来看一下戏，一点意思都没有，功力不浅，还不如给个推荐位让我在首页，人家自己点进来看的就比较容易点关注。谢谢韦小宝的幸福人生的幸福券，建议不要抽这个哟，因为我直播间刚刚有个人抽，有人来抽过，然后抽好像抽到了礼物，抽到那种不知道是气球还是什么东西，你来抽应该会电刀。
你给我去死，我才不要做跳舞主播呢，你看跳舞主播好多人都不能播了，不要跳舞，我觉得舞蹈区有毒。舞蹈区有毒，你知道？他开车，对，而且跳舞主播很累的，跳晚上，要是我直接就嗝屁了，我的体力不支啊。我觉得我了一晚上能跳两支舞都是很不错的。游戏主播，可是问题是游戏主播我解说不行啊。什么四号，这个是 MAC 的916，还挺好看的。鼻子好痒啊，对啊，容易嗝屁，跳舞主播嗝屁的，嗝屁没什么，主要是嗝屁的那个，嗝屁的那个原因就会让人对你印象不好。纸上去早八百年前都倒闭了，看着下饭就行。瞎玩就行，只要有个共同话题。我打游戏的时候不喜欢说话，哎，就如果直播打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直播打游戏的话，我看游戏屏幕，然后再去看弹幕，我看不过来。我有点，我做事情的话，我如果在做一件事，我就很难分神做另一个事情。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厉害。一个飞机一起上车，组队吃菜。你去游戏直播啊，而且我都不太喜欢打游戏直播，本来我就不是那种对游戏有瘾的，你让我打一会儿还行，你让我打一晚上我要吐的，我不喜欢打游戏，我不是那种很喜欢打游戏的，可能因为我在游戏里面找不到什么乐趣吧。我有时候打游戏我纯粹就是为了跟别人砍一下大山的那种，聊聊天，根本就不是为了打游戏。以前我们打撸啊撸就是因为觉得那个安静啊，就讲话特别好玩，就一起聊聊天还挺好玩的。打游戏倒不是为了那啥，被杀的时候看弹幕。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没有遗憾和可惜。
你的世纪，浪漫已经准备就绪，全新的旅行。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没有遗憾和可惜，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不让幸福逃离。Yeah, yeah, 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今生最对的决定，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愿陪你到底。多幸运遇见了你，多幸运爱上了你，多幸运能在一起。多幸运遇见了你，多幸运爱上了你，多幸运能在一起。多幸运在最美的年纪遇见你，没有遗憾和可惜，抱紧你用尽全部力气，不让幸福逃离。 Yeah, yeah, 多幸运爱你这件事情成为我今生最对的决定，我相信你就是那唯一，愿陪你到底。鼻子好痒啊，谢谢用户2020的车车，谢谢车车，谢谢小星星的飞机，谢谢雪钻的车车。在亿万人海相遇，都同样默契，是多么不容易。我都不敢用手说挖这个鼻孔了，我这个鼻孔本来就大一些，挖这个还可以，我这个都不敢挖了，我鼻孔挖的都不一样大。太可怕了，我的鼻孔画的都不一样大了。我刘海怎么又不是一样长的，看娘的，我又想剪刘海了。手指粗帮我挖那不行啊，手指粗挖的鼻孔好大。胖了一点吗？我不知道呢。哎呀，其实我没有太大变化，只是有了角度啊，或者是衣服光线啊，都有一点关系。像身份证号啊，我不知道哎。202010，这个是没有改的名字吧？大拇指挖小的，你读，你别读。穿越千年的眼泪，只有你看得见。我多想再唱那个歌。千年泪，你是个人才。深秋只一眼就划破，窗他人影独坐，夜深得更寂寞。一段路分两头，爱了却要放手。无视东风走过，想起回忆如昨。遥遥一追不止你的泪，还有今生的世界。高烧的风，超想的离别，我却听不见。穿越千年的眼泪，只有梦里看得见。
我多想再见你哪怕一面，前世未了的眷恋在我血液里分裂，沉睡中下面清晰有画面。这个感觉女生唱比男生唱好听一些，对吧？这个原唱就是个男生。梦在青丝发间，我在梦里搁浅。